接下来就是要看不善明法主，不善明法主先看十个解的神奇。大念珠经注里面，我们知道这个大念珠经它真的是一个修行的指南，但是你单单看经文你是不知道要怎么修的，要从它的注解书里面它就会详细说明怎么修，然后在它的注里面的法随观篇你提及十个解。当然我们现在读注解是有困难，但是我们下面的就是白毫禅师他解释大念珠经，他一定会引用注解书的说明，所以那一本正念之道里面就有详细说明，说明要怎么修，那就是根据注解书的说明来教导。这个法随观篇里提及十解，十种解法，就是不善法。如何在取摄所缘为目标时升起？若能够明白这一点，也就能够明白和辨识十解如何在取其二十七种摄法为所缘时升起。因此，在此只解释十解如何取摄所缘为目标而升起。那讲到这里，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解到底在哪里？解是升起在哪里呢？升起在眼见色，还是升起在色所缘呢？有一部经专门在讲说解从哪里升起，这是我最近才读到的。我们来看解在哪里？这里解在哪里？解在哪里？应该有人问解在哪里？源于这两者升起的一滩处，那里才是解。然后里面还有黑牛、白牛的比喻。这是在《香严部》第35相应232经，就是《居士罗经》。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地方，还有两个比喻，35.232 跟35.233。35.232，我们常常讲这个解缚，解缚。还有《清净大论》一开始就讲说，谁能够解开这个结？那么在这一部经里面讲，有一次，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摩诃俱胝罗住在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。那时，尊者摩诃俱胝罗在傍晚的时候从独坐中出来，去见尊者舍利弗。抵达以后，与尊者舍利弗互相欢迎，欢迎与寒暄后，在一旁坐下。在一旁坐好后，尊者摩诃俱胝罗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：“怎么样，舍利弗学友，眼是诸色的结呢，或者是诸色是眼的结？那么舌是味道，诸味道的结呢，或是诸味道是舌的结，或者是意是诸法的结呢，或是诸法是意的结？”他说：“俱胝罗学友，舍利弗这么说，眼不是诸色的结，诸色也不是眼的结，源于这两者升起的一滩处，那里才是结，所以结在这里。”同样的，舌，然后什么味道啊、这个等等，啊，学友，犹如一只黑牛、一只白牛被一条绳子或绳索绑在一起，或者是被一个轭把它挂在一起，如果两只牛一起拉车，可能用一个轭把两只牛连接起来。那么有人会说，黑牛是白牛的结，还是白牛是黑牛的结？当这么说时，他会正确地说了吗？不，学友。黑牛不是白牛的结，白牛不是黑牛的结，他们被一条绳子或绳索绑在一起，那里才是结。同样的，学友，眼不是诸色的结，诸色也不是眼的结，源于这两者升起的贪欲处，那里才是结。同样的，舌、鼻、眼、鼻、舌、身等等，学友，如果眼是诸色的结，或诸色是眼的结，为了这个苦的完全灭尽之幻境生活，
就不可能被了知学有，因为眼不是诸色的解，诸色不是眼的解，源于这两者升起的意贪处，那里才是解。因此，为了苦的完全灭尽之方便生活，才能被了解。我们念到这里就好了，就知道解在哪里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看下一经，叫做《格玛布经》，意思是一样，只是人物不一样而已哦。里面可以说都是一样。然后你刚刚看的这个摩诃俱迟罗，摩诃俱迟罗到底是谁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摩诃俱迟罗，看这里，摩诃俱迟罗是出家后的长爪幻字。这是在佛陀的圣弟子传里面找到的资料，所以他刚刚跟舍利弗讲说，舍利弗学友其实应该是要叫他舅舅才对，是这样，因为长爪是舍利弗的姐姐的儿子，他本来是外道，其实舍利弗本来也是外道，舍利弗跟目犍连本来都是外道，所以摩诃俱迟罗是出家后的长爪幻字。这是佛陀的圣弟子传里面的资料。我们刚刚在看、知道爪在哪里、知道那个结在哪里，那你看清净道论的一开头它是怎么讲的，清净道论的一开头在序论那个地方，你看这个序论，经中常这样说，住戒有慧人，修习心已慧，有情智比丘，必当且止觉。事实上应该是先问这个才对，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因为据说世尊在社会城一夜昏中，来了一个天子，为除自己的疑惑，提出这样的问题。他问世尊：内劫与外劫，人为劫福劫，人被劫福所绑住，其谈我问你，其谈就是乔达摩的另外一个翻译，问佛陀，谁当解此结？佛陀跟他说：住戒有慧人，修习心理慧，有情智比丘，必当解此结。所以结在哪里？结在刚刚所讲的那里。怎么样才能够解开这个结呢？要住戒有慧人。有慧人指的是三因结身的人，因为底下有说明，三因结身的人这辈子才有可能解开这个结，但是二因结身的人也是要努力，以后才有机会，那是以后是 下一世以后才有机会，然后修习心理慧，还要住戒，那就是表示你要修戒定慧，那个心就是定。人会三因结身的人，循序渐进修戒定慧，增上戒，增上心，增上慧，然后有情智，不但是要有智慧，而且还要很精进，然后才能够解开这个结。是这样，那什么是内，什么是外结？所以说，或于内处，或于外处，底下就有详细的说明。这是在序论里面讲，然后有慧人那也就有讲，说是三因结身的人，底下有讲。是由业生三因结身的慧，住戒有慧人的慧，是由业生三因结身的慧。那么这个事实上是在相应部的，好像是相应部的第 1.23 经，对。所以经就叫做结福经，你看就是清净道论一开始序论引用的就是这一部经，内结与外结，世代纠缠在结福中。我问你这个乔达摩，谁能够解开这个结福？然后他说，住戒有慧人，就是人在戒上确立以后，有慧的修习者心理慧，热心明智的比丘，他能够解开这个结福。凡以离贪嗔无明之染着烦恼已尽的阿罗汉，他们的结缚已被解开，所有名与色之处被破坏无余，然后有对与色想，那结缚就在这里被切断。那什么叫做有对与色想？就是
色的状情与认知，就是那种色所缘跟眼镜色，这个就是一个对，对不对？有对色，第六章是不是讲有对色？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再回到哈，现在已经知道结在哪里了，我们再回到这里来。好，十个结的升起，一贪结是由于极度起热色所缘为净，或是美而升起；有贪结是由于有福报的生命，很容易获得色所缘。若因此而欲求有福报的生命，那就是有贪结。然后戒禁起结就是修戒禁起，例如学牛、学果等，以为如此修行就可以获得色所缘。学牛、学果，这个佛陀的时代就有人学牛的样子、学果的样子，这个叫做牛戒跟果戒。既然讲到这里，我们再介绍这一部经好了。这里中部第五十七经有讲到守狗戒、守牛戒的后果。后果佛陀就跟他讲，他们问说，那些外道学狗的样子趴在地上吃东西，像啊学牛的样子 吃东西，说这样可以解脱。那人家就问佛陀说，他们这样真的能够有解脱吗？或者说他们如果修成功了，下一次就变成狗，修不成功就堕入地狱。那这佛陀没有一下就回答，佛陀是这样说，不要问这个问题。可是他们一直问，问了三次，佛陀说不得已就给他们回答，回答出来的答案当然是令人家很伤心啊。稍微看一下好了，这一部经就是守狗境界者的经，和守牛境界的心。那时候守牛境界的基利族人之子富罗那，以守果戒的罗提斯尼也去见世尊，抵达以后，守牛戒的基利族人之子富罗那向世尊问讯，接着在一旁坐下。守果境界的罗提斯尼也与世尊互相欢迎，欢迎与寒暄，又在一旁坐下，在一旁坐好又，所牛境界的基利族人之子乌罗那对世尊这么说：“说大德，这位所果界的罗提斯尼也是坐难坐的，他吃放在地上的食物，他的那果境界长时间完成受持，他的去处是哪里？来世是什么呢？”佛陀跟他说：“够了，乌罗那，随他吧，不要问我这个。”第二次。所牛境界的基利族人之子富罗那又问第三次，他又对世尊这么说，又问同样这个问题，我都没办法，就说好吧，富罗那，我确实没得到你的理解，叫你不要问，你还一直问，对不对？够了，富罗那，随他吧，请不要问这个问题。但是我仍将回答你，你既然一直问啊，不回答不好意思。富罗那，这里某人完全的不间断的修习果境界。完全不间断的修习果习惯，完全的不间断的修习果心，完全的不间断的修习果行为，他完全的不间断的修习果境界以后，完全的不间断的修习果习惯以后，完全不间断的修习果心以后，完全不间断的修习果行为以后，以身体的分解死后往生到以果为同伴。但是如果他是这么见者，说我将以此行为境界苦行犯行，成为天神或摩诃天，这是他的邪见啊！乌罗那，对邪见者来说，我说只有两气之一气，第一我出生界，乌罗那像那样，当他的果境界成功的时候，他往生到以果为同伴；当失败的时候，就是地狱。当这么说的时候，那个果境界的罗提斯尼也哭泣慈禧落泪，因为守牛界的是问说守果界的会怎么样，守果界听的是流泪，但是那为什么流泪呢？那时世尊对守牛界的基利族人之子乌罗那怎么说？乌罗那，这是我没得到你的理解，够了，乌罗那，随他吧，请不要问我这个问题。大德，我不为世尊对我这么说我哭泣，大德，而是为我的果戒长时间的完成受持，这个守果戒的怎么说？大德，这位守牛戒的基利族人之子富罗那，他的
那牛境界长时间完成受持，它的去处是哪里呢？来自是什么？就是换手果界的去问佛陀说，那个手牛界的是怎么样？啊、佛陀也是叫他说你不要问，但他是一直问，所以佛陀就跟他讲说，他如果修成功就变成牛，修不成功就下地狱，然后他又哭了呀。这个就是果界牛界，既然就讲到就这样。好，那这就是接近期、哦、一般上这三种结叫做贪见足，贪见足就是邪见相应嘛、哦、的明法的一部分。一般上意贪结跟有贪结是邪见相应，有时则以我慢相应，接近期结则以邪见相应，这在第七章有分析嘛、嗯、那个接近期那个是就是属于心所的话就是属于邪见。若人执着色受缘为常乐我贪见就会生起，错之为常乐我之是痴，邪见即悟性他为常乐即我。在这数行有20或19或22或21个明法，这个应该会算，就是说如果是贪见足，我们可以算一下，如果我们讲他如果是月计的话，那么就是月计邪见相应，那么他有哪一些心所呢？欺骗一切心所跟六个杂心所，因为它有喜嘛，那就是三个。然后不善心一定有四个骗一切不善心心所，就是痴无惭无愧掉井，那是不是就17个？然后再加上贪，再加上邪见，是不是就19个？那19个再加上那个心，是不是20个？那这个如果是无形的话就是20个，如果是有形再加上什么，再加上昏沉睡眠，那是不是22个？所以这个20跟22就是这样来的。然后19跟21就是说他如果是舍计的话就少掉习那个杂心所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19，然后有形的话就有昏沉睡眠21，这样。好，那我慢解就是自傲自慢，例如心想只有我能够辨识色计里的色所缘，如此就有20或19或22或21个贪慢足，明法的不善素行就会升起。然后嗔结是对不可喜色所缘感到不快或生气，这是嗔足的明法，在素行里有18或20个明法。啊，嫉妒的嫉结是例如嫉妒的想，若除了我之外别人都不能得到这色所缘，那该多好，如此有19或21个嗔具足的明法速行升起。这个我们底下好像没有列表，我们等一下再看，应该第二章学过这个就知道为什么是19和21。然后嗔结就是不想与他人分享自己所获得的色所缘，这么吝啬的形式有19或21个嗔嗔足的明法的速行就会升起。那追悔就是恶作，是追悔做的错事，例如弄脏了别人的衣服的颜色，或追悔没有做善事，例如追悔没有在花圣开始供佛，这两者都与颜色有关，时有19或21个嗔恶作足明法的速行就会升起。然后调起是起色所缘为目标时，若心散乱就是调起，如此有16个调起主明法的速行就会升起。那疑解就是当怀疑色所缘是否是有情，我有情的实质或我的实质时，有16个疑主明法的速行就会升起。啊，无明解是每当上述的结升起时，无明解亦随之升起。这里所讲的结是前提是对色所缘所升起的结，结不是在色所缘里面，刚刚讲啊，也不是在眼镜色那里，而是升起的那个贪欲就会有这种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刚刚讲结在哪里呢？这10种结并不能单独的升起，必定是以相应的心和心所一同升起，这些明法依照心的定法升起于心路过程之中，因此在辨识这些明法的时候必须破除他们的秘籍，以便知见究竟明法。以下列举他们的组合，
贪见主有四种，就是四就心，还有贪一切心心所，还有骗一切菩萨心心所，还有贪一切见。刚刚我们已经算过这个20、啊、如果是有形，那么就多了昏沉睡眠，是骗一切菩萨心心所，一切菩萨心相应，他们是吃无常无慧掉起，这种的受是业受。若是舍具就没有喜，就没有辟谛，所以20减喜就19个连法啊。这里再强调一次，舍具这个舍它也是受，所以对于通一切心心所，这13里面的骗一切心心所里面的受，那么数目是没有多没有少，但是就是如果你是舍具，它就不会有杂心所的习，这里应该要弄清楚啊。若是喜具有形，再加上昏沉与睡眠，那就是22个变化。若是舍具有形的19，加上昏沉与睡眠，21个变化。在此精进是致力于念贪见升起。你看心所里面有精进啊，这精进是什么意思？是致力于念贪见升起。欲是想要贪见升起，换言之，精进是导致贪欲升起的努力。欲是希望贪欲升起，禅修者应该明白趋利廉华的含义，就是我们第二章学的心所。在这里修到这里的时候，就能够弄清楚。贪慢足是跟贪见足差不多一样，只是我慢替换的邪见，它有20或19或22或21廉华，但我慢只是时而升起的心所。大家还记得不是有第二章有学过，有11个心所叫做不定的附随心所，就是不一定升起，不定的附随心所不一定升起。第二章找一下，有时我慢并不包括在内，所以我们知道邪见不相应的心可能会有慢，如果有那个慢，它一定在邪见不相应的心，但是邪见不相应的心不一定有慢，是不是第二章有这么写？啊，然后有11个心所是属于不定护随法，需要查一下吗？看一下啊，定与不定护随法，即千二座三个，还有三离就6个，悲等就是悲无量喜无量，再2个就8个，很慢就9个。然后配成一对的昏沉跟睡眠，所以是11个嘛。这11个要特别注意的，就是昏沉睡眠是不一定升起，但是如果有升起是2个一起升起，是这样。所以是11个不定不随法，那慢是其中一个，对不对？慢是其中一个哦，贪慢足啊，就讲这样啊。所以说有时我慢并不包括在内，若是没有我慢，同时也没有邪见，则只有19、18、21、20这个。19跟21是同，是一组，就是21是表示有昏沉睡眠，那18跟20也是一样，20是表示有昏沉睡眠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算一下嘛，就是同样的，它是欺骗一切心心所，就是如果是喜具的，就是乐具的话，那么13通一切心心所，再加上4个骗一切不善心心所，就是17个。啊，17个再加上贪跟慢，就19个。哦，加上贪跟慢就19个。那19个再加上那个心就20个，所以它是一样，就是20、22，然后如果是舍弃的，它就是19、21，但是如果没有慢的话，没有慢的话，那就各减掉1，所以就变成19、21跟18、20，这是指没有慢的时候，邪见不相应是没有慢的时候。好，便是4种贪见加上4种贪慢，一共有8种贪根性。然后再来是称足，
尘土两种，一个是，然后通一切心心所，里面一定不能有喜，因为尘土一定是幽寂的，所以不会有杂心所的喜，啊，所以这里只有十二个，然后遍一切不善心心所四个这样称，有十八个，然后如果是寂，我们知道寂迁跟恶作三个是叫做不定护随，不定护随法。不定护随法，其中有的话只能够有一个，没有的话就都没有啊。有的话其中有一个，所以是上述的这个再加一变成十九，同样的加一十九，同样的也是加一十九。但是追回有两种，一种是追回未做的，一种是追回已做的，对不对？先起已做的恶业为所缘。便是无形与有形两种，再起应做却没有做的善事为所缘，也便是无形跟有形两种。所以如果是不善的心路，总共有二十条，还记得吗？吃掉举足一种，就是这里要特别注意的，它是十六个法，一个心加上七个片一切心心所，然后这个行事圣洁与精进，习跟欲不相。我们知道有二十个心不会有欲，哪二十个心呢？十八无因心加上两个痴根心，所以现在这个痴掉起跟痴疑都不会有欲。所以在杂心所里面不会有欲，所以那杂心所里面就行事圣洁跟精进而已，也不会有喜，因为两个痴根心一定都是舍弃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喜，所以是十五个心所跟一个心，所以它总共有十六。那这个痴主呢？痴主也是有十六个名法，但是跟痴掉举主差在哪里？差在说。这一个少了什么？它少了圣洁，因为我们知道有十一个心不会有圣洁，就是二五四跟疑这个心，所以刚刚吃掉疑这一足，它是有圣洁的心所，但是吃疑的这一足是没有圣洁这个心所，对不对？啊，同样是没有义跟喜，所以他少了圣洁，但是他多了一个疑，了解吗？因为所有的不善心都一定要有掉起，所以那个掉起是跟他们不相关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掉起就在骗一切不善心心所里面，所以虽然是吃掉起足，他掉起是在这里面，但是吃遗足他也有掉起，他就在骗一切不善心心所里面。调起跟他们无关了，但是就是说这两组比起来数目是一样，但是这一组是有圣洁，但是这一组是没有圣洁，但是他没有圣洁，但是他多了一个疑，了解吧？所以数目是一样的。那阿毗达摩该要你提起，包括十二种不善数行在内，所有二十九种欲界数行都可以出现在五门及一门心路过程里，《大念处经》里面，佛陀只是在心随观的阶段，因观照与贪欲同时升起的，有贪欲心；观照与嗔同时升起的，有嗔心；观照与痴同时升起的，有痴心。所以《大念处经》里面这个有讲，心有贪之心，有贪心无贪之心无贪。心有嗔之有之心有嗔，心无嗔之心无嗔，心有痴之心有痴，心无痴之心无痴，有没有？初学者应该便是取二十八种色法之一为所缘的不善莲法，直到采用了所有二十八种。然而在辨识的时候，有些禅修者会感到某些不善莲法阻拦你辨识，若是如此，他可以先辨识起金玉钞票车衣服等密集的概念为所缘的不善名法，以便更容易了解他们。
再来就是便是取概念为所缘的不善明法的方法，这个很多，所以这个我们就下次再讲。今天的进度怎么这么慢？所以呢，大概也是下次才能够看完了、黑板都写了一大堆，还讲了一点点而已，下次再看啦、我们先来回向。毗达摩无量阿萨瓦伽耶波罗蜜，毗达摩无量尼迦那萨巴揭耶波罗蜜，波罗蜜巴达萨巴萨达那巴揭尼提萨帝那萨玛。无量巴堪那般都萨都萨都萨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